师傅，没给您交上份子钱，是因为我跟他被公安给冲散了。我今天来不是说这事儿，我就不明白，明明到手的钱为什么给人家还回去？得亏我又把他给带回来了。师傅，跟万不没关系，都是我的主意。 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喝酒，这可是好酒。怎么，把我往酒和饺子里下毒啊？来，好吧，那就按照老规矩办。伸手。 师傅，我要的是他的手。我来。师傅，跟我的吧。我来，师傅。 师傅，放他一条生路吧，求求你了，我跟着你。小兔崽子，我养你这么多年，长能耐了是不是？敢跟我动手了是不是？师傅，王婆，我立刻赶，你快走，就说我们两个都是你举报的，王婆，滚开！小兔崽子，你，王婆，你开门，你开门啊！你干啥去？ 快点，能进，能进就。换个大的，以后。我去叫医生，我去叫医生，我去叫医。 没有，王婆，你听到了没有？<笑><笑>